Hello 大家，今日我哋有陀螺比赛，有第二集陀螺比赛，我每人会拣三只陀螺，赢输咗嗰个就俾赢嗰个，即十秒系咪好劲咧？我哋开始倾嗰度先。我哋已经交俾你。我已经拣咗三只啦，第一只就系我想要嘅独只恐龙，第二只就系战神阿修罗，第三只就系个大皮卡丘。你拣咩？大皮卡丘。现在已经夜晚了，我们开始了。我就拣个马，你哋先马。喂，我想叫啊！咁你又咩？唔得啊！又又又叫啊！你拣边只？唔得，你冇走咪算。唔得。哎，点解？我唔系。G G Y。自己攞翻自己。你一隻啊！你如果冇睇到，搞笑！我今次嘅，只陀螺啊！今次，如果今次要成为两倍，就系要唱歌俾输咗个人听，佢唱得好核突，要唱到人哋笑先计噶。啊哈！撞到添，好啦，第一只陀螺，得咗，得咗，呢只，呢只。
群架有佢認公平不公平啊？要偉強一半，要下身。係啊，如果我再贏你嘅，我就要扣兩隻陀螺噶啦。如果我堅持再贏你嘅話，唔得。再見啦，今集都玩咗8分鐘啦，拜拜。